就是哥哥，等等等，他刚才替深渊使徒挡住了攻击。你的妹妹好像和深渊……哥哥，为什么你和戴因在一起？ 你的妹妹认识戴英，英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戴英也知道他的名字。哥哥，你不该和这个人同行。这个人是我的敌人。 但这是必须对你说的话，哥哥。不要与戴因一起来阻止我，不要阻止深渊。那个人，戴因斯雷布，他是坎瑞亚末代宫廷卫队的末光之剑，在五百年前，他未能阻止坎瑞亚的灭国，那时他深受不死诅咒，流浪荒野，只能看着他想要守护的人民。 化作深渊的怪物。你说戴因是卡瑞亚人，五百年前经历灭国的卡瑞亚人。而且你说人民化作怪物，是说现在的深渊教团，不只是和卡瑞亚有关联的程度，根本就是卡瑞亚的移民本身吗？嗯、呃，还有戴因是你的敌人什么的，一下子完全搞不清状况了。 家，嗯，当然，有哥哥在的地方就是家。但我还不能与你去往下一个世界，寻找新的家园。至少现在不能。在深渊淹没神座之前，我与天理有一场尚未完结的战争。听我说，哥哥。 我已经有过一次旅行，所以你也要像我一样抵达终点，才能在自己的眼中留下这个世界的沉淀。<laughs> 我们终将重逢，但不用急，哥哥，我有足够的时间来等你。 我们的时间从来都是足够的。他们走了，别这么伤心。 我们会找到他们的，往好的一面想吧。这次至少已经找到很有用的线索了。啊，真的吗？嗯。总之，以目前的情形而言，寻找亲人的突破口，除了七神以外，又多了一个代因吧。没错。嗯，对了，他们刚才说的话好难懂。 你听明白了吗？呃、嗯，那我们来稍微梳理一下吧。首先是那个深渊使徒，他把你的妹妹叫做公主殿下。看来你的妹妹正在统领深渊教团，而且地位比深渊使徒更高，虽然不知道是不是最高的统治者就是了。还有。 你妹妹说她的目标是淹没神座与天理作战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听起来是不是要覆灭七神与七国？然后深渊教团的怪物就是卡瑞亚灭国时的人民扭曲成的怪物，这真是可怕的故事。戴因也是卡瑞亚人，五百年前也经历了那一切。 但他没有变成怪物，而且在五百年后的今天，正对抗着深渊教团。也就是你的妹妹说的，戴因正在与他为敌的意思吧？但是如果深渊教团的怪物是当年戴因守护的人民，那为什么戴因要与深渊教团敌对呢？另外，为什么我一直在陪你寻找的他？ 现在却和深渊教团的怪物站在一起。嗯，没错。那打起精神来，我们的旅行不会结束，该动身了，离开这个讨厌的地方，先回到阳光照耀的地面上去吧。如果你的妹妹要你抵达终点，好啊，那你就抵达给她看。旅行者，我们走吧。